好的，那个大家都很开心。那么今天我也非常非常开心，这个张文杰来到我们这个节目现场，这次给我一点 surprise， 而且他也带来他的自创的这个作品。那么我们现在就请张文杰为我们朗诵他的自创作品。哦。张文需要放点音乐吗？不要。很高兴啊！我是因为不是这个会员，但是我参加了两次活动以后，我觉得，哎，你真的很不简单。就是尤其在这个情况下，把每个人的心声、每个人对生活上一些事情的反应，一下就跟大家来交流了。那我有今年没去合唱团，大多数人大家都认识我。不过我是一个是身体不好，多在休息一下。就最近呢，就写了一点东西。这个星期一，8月21号，那个《世界日报》的副刊上就登了我这篇文章，所以我今天呢，就借大家这个时间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这篇文章。这上面有一张是我们1956年我们全家在中国的时候的一张照片，才刚刚出来。那个对，它中文的稿就是说一张照片的故事。那我这个叫。那他是全家福，所以我发过去，他很快就说他们要发一个。当然跟我原稿稍微有一点，他是编辑嘛，稍微有一点小出入。但是我想他弄的也不错的，我就念念哈，不好意思占用大家时间。那全家福，风行上世纪90年代的音乐综艺节目。同一首歌带动了一系列的精彩节目，延续了多年，是中国人民在纪念特殊时代的音乐和艺术的结晶。在同一首歌第一版的第一首歌，是一个小女孩拿起麦克风唱起来：“鲜花曾告诉我，你怎样走过。”屏幕上出现了我家1956年的全家福的照片，接下来还有几张60年代的文革期间我们的照片。我顿时惊讶说不出话来。这是我家的历史记忆，在这风行全中国甚至全世界的 KTV 中展现了出来。那是1994年。著名的制片人、导演苏文，他是制作关于中国的长篇纪录电影，采访经历过解放以来的中国人。他透过我妈妈的文友，在香港的文友介绍，来洛杉矶找到了我们这家经历过特殊时代的一家人，希望能得到走过这段经历的我们。介绍在中国的生活状况，提供一些影像资料。采访定在洛杉矶中国城，我父母当时居住的格兰公寓。妈妈来电话，让我们也有去。在阳光灿烂的初心的一天，我们一家人接受了采访。在采访的过程中，我们谈到了解放后在中国的生活。妈妈拿出来美国的几本珍贵相簿，她当时从中国带来的，大多都是黑白的相片，里头记录了我们家曾走过的历史。当那个导演树知道我是当年曾经下放过农村的知识青年，非常高兴，专门要跟我谈谈话。我就向他介绍我们当时是在农村的生活，我的一些生活经历，并且呢进行表演当年我们在那里学唱样板戏、演样板戏和跳中字舞。他当时要我唱了一段，也跳了几个动作，这些都被他们拍摄下来，一些镜头和全家福的照片就被选用了在书
拍摄的中国当代纪录片的系列纪念片里，据说他后来也拍了一个邓小平时代。那不久我收到那个导演寄来了一盒卡带，看到我们影片的全部内容，那是一部非常震撼的历史纪录片《毛泽东时代》。他拍了很多，现在他还在拍中国的一些东西，所以这个书是一个理论，很棒。几年后，我的外孙说在学校上历史课的，在一部电影《毛泽东时代》中看到外婆和姨妈，我是他的姨妈和我妈妈啊，这才知道这部纪录片被很多学校选为教材，而且已经被国博物馆收藏，成为很值得纪念的历史资料。妈妈从中国带来的家庭的旧照片被收藏，更不曾想到会被同一首歌取作背影，意识的瞬间变成了不同展示的珍贵记忆，真是奇迹，和大家分享一下，谢谢。